国历史来讲，东提夷州琉球，啊，这要稍微解说一下。中国的中国汉民族的头壳内底吼，那隔长江拢是海外，隔长江来了，吼，拢是海外，伊是黄河流域来了吼，隔长江个海外，所以东提有数十国，啊，夷州、琉球。啊，琉球多跟咱即摆的迄个琉球群岛同款。啊，群岛名哇，还佫侪咯，三四十个：东环、台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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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这是大堆。安那的安尼，啊，咱提英语名来比较，哦，来比较，咱提英语名。1557年。葡萄牙人航海为澳洲到美洲，经过南美洲又爬起来到北美洲，经过阿留申群岛、哦、去到日本，啊，为日本再来到琉球，啊，琉球再看到台湾。那年是1557年，他叫台湾叫做 Formosa 美丽岛屿，啊，是多位的美丽，那种叫做美丽岛屿。吼、哦，看过几千粒岛的一个船长，甲你讲叫名叫做 Formosa， 应该是看到有真水的所在。啊，我即摆有啦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一船行吼，拄到台湾的北部，啊，再沿台湾海峡来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沿台湾海峡来的时候，拄到可能去看到亚流，哦，奇形怪状的岩石啊 ，Formosa， 这跟别人无同款哦。啊，尾就叫做 TYAWAN 台湾 ，The King of Taiwan， 台湾 ，The King of Taiwan， 这 spelling 跟即卖 TAIWAN 无同款哦，吼、哦，这是嘛是英语的拼音。这是1662年到1683年，这是电视王朝的时候，电成功的囝电经上位是1662年到1683年，这个期间是电视王朝，那称号台湾，台湾的国王，哦，啊，一个一个名叫做 Hermosa 是西班牙人号的，1570年。啊，即嘛叫做台湾，西方的名一个，东方人叫台湾的名三四十个，啊，什么理由？我讲哦，一个理由呐，汉民族中国人唔知影地球是圆的，唔知影北纬几度，东经几度，啊，你去一个所在。好一个名叫做鸡人，爱去一个所在，好一个名叫德产，啊，唔知德产甲鸡人是同一个岛屿内底，哦，啊，一人好一个，一人好一个，安尼啊，好二三十个，啊，我嘛唔敢讲你唔对，你嘛唔敢讲我唔对，但是西方的人，干那一个 Formosa， 用到今仔日还佫在用 Formosa， 伊迄就是讲你伫个北纬几度，东经几度。这个岛屿叫做 Formosa， 啊，无人过去给它取第二个名啦，哦，无人过去给它取第二个名，所以你要知道，咱台湾自古以来跟中国都无关联啦，啊，这个就是一个证据，哦，啊，咱台湾，咱跟中国人用的无同款，咱用台湾尺，哦，用台湾棍，一棍16两。中国用几两？啊，10两啊，13两啊，12两啊，拢有啦，吼、哦，无要紧啦。要卖你物件的时阵算10两啦，啊啦，啊啦，要家你买的时阵算12两。啊，咱台湾尺是根据上进步的荷兰尺演变过来，荷兰人来到台湾了后。有设一个公秤处，所有的尺都按经过这个公秤处，这个
这度量衡的这个单位检查合格，带晒出去外口做生意做买卖。哦，啊，所以台湾就有公信力。哦，啊，台湾是指倒位呢？台湾是指即咱安平港哦，迄、那个所在，迄、那个卡道叫做台湾，咱的平埔族叫台湾，迄、那个所在叫做台湾。哦，啊，所以咱用个笑叫做台湾笑。哦，啊，用台湾笑的人就是台湾人。啊，去沿海国姓，中国沿海国姓做生意的时阵，中国人绝对爱用咱台湾笑，因为咱台湾笑有公正。啊，中国笑的人无公正啦，你的笑甲我的笑无平等嘞吼，啊，军粮嘛无平等吼，啊，所以台湾军、台湾笑吼，甲、哦、中国有区别吼，这就是爱讲咱台湾的区别，这只咱迄个时阵较进步，一军十六娘，这个一比十六，这个十六这个数字有进步啊，无进步？敢那一比十，敢那较进步嘞。但是你也知影哦，今麦个咧电脑用个色彩是十六乘十六，二五六色，二五六色。因为十乘十一百个色，已经无法度通表达色彩所有个色彩，都十六乘十六，安尼二五六。所以咱有迄个记忆卡叫做二五六 mega。这个原因就是为这来，就是十六为单位，哦，你也知影是十六是上先进的物件。即话佫讲，这张图是荷兰人来画的。荷兰人在1624年占着台湾，哦，占着台湾的多位，这个是热兰迪亚就是热兰遮城，就是今麦安平古堡。啊，这是一坤星、二坤星，安尼过来。啊，这吼、哦、有一个内海，即马这内海已经无去啊，这内海已经吞起来啊吼、哦，因为风台一边来，沙礁咯，都走来吼、哦，啊，到到即阵吼，这大概得是河温啊吼，哦，啊，这个所在吼、哦、是赤坎楼，哦，赤坎楼在这吼、哦，啊，安平古堡在这吼。哦这样，有一个汉文来解说，哦，这赤坎社就是今仔日的赤坎，哦，啊，这安平古堡，哦，今仔日的安平古堡 Zealandia 哦，啊，这个日本村落，这个日本村落这位哦，十二间厝，哦，啊，这那是在英语的下讲，这些平和和平村呐、啊，只有六间厝，但是在英语写讲汉民海产，哦，为六间厝，啊，日本人十二间，啊，台湾人的汉民的六间，可见迄个时阵吼、哦，日本人来台湾的数量较侪，啊，哪会拢走来台南？台南有啥物好？咱台湾的开发为台南开始。咱做一个台湾人，应该爱知影讲，咱爱为台南开始。台南毋是上挖中国的所在，哦，要挖靠挖中国的所在是布袋迄边较挖，啊，来伫台南这边先发展，哦，有理由，哦，有理由。这个理由稍等来解说。咱的码头吼。哦原住民有反抗到这个荷兰人，哦，啊是安怎反抗？因提枪，咱提这个刀啊，啊提枪啊提刀啊，啊那个提刀啊赢提枪的，哦，伊就是有一日荷兰兵啊62名算真多啊了吼，因讲阮两个荷兰兵，啊是两个英国兵。就能打败50个中国兵，2-50啦。这个数据有正确无？确实正确，好、哦，确实正确，两个就对50个啦。
因为马手陈胜公讲，陈胜公来派荷兰人赢咧，哦，安奈安尼，陈胜公派25,000人来拍1,000人的荷兰兵啦，啊，佫拍10个，你也知影这个情形啦，你唔是讲陈胜公就变变叫做一声就赢去，伊开10个才赢啦，哦，啊，要25,000人来拍1,000个人。啊，这马道的原住民吼，咱都爱，咱迄阵马道应该是平埔族的人啦吼，平埔族的人，迄日有62个人，62个荷兰兵，哦，来到这个马道社，要求马道人来去山顶掠汉人海贼，啊，都跟做奴隶安尼安尼驱赶去啊山顶掠海贼。覆几波，覆几工吼，覆啊黄昏吼，转来啊，大家先到到，哦，啊聊无半个，聊无半个，过码头开的时阵哦，过码头开的时阵哦，啊都码头人就讲，啊我甲你判刑好无？我甲你安啦，因为开啊开水吼，无够深啦，你免去北淡鱼，唔好啊，互你安呀，哦，啊一个讲啊你。我甲你判你去穿嘛，啊好啊，互你判穿，啊一个甲伊按一个甲伊判穿，啊行到溪中啊吼，一二三，拄喺水落去，62个人一声都甲伊拄死，一对一的时阵，咱都赢伊嘛，哦，啊你卖一个穿嘛吼，一对一，62个人做一群，互咱马道下的人甲伊杀死，这是一个轰动。当时的迄、那个，即、這个殖民地的政府吼，吼、哦，62个人拢杀死，但是因为当时还阁发生着一个叫做日本人蛤蟆打冰田迷兵卫事件，哦，冰田迷兵卫事件就是即个人。这日本船长去压着荷兰的长官，就是荷兰派在台湾的总督，啊，所以也无法度来报复。啊，过几年、6年了后，再来屠杀。哦，哦，啊，这是一张图，这张图你看荷兰人提枪，哦，啊，这汉人提石头啊，要给砍，啊，唔知向阳看了就知。安尼差遐多，明明是人，啊一个摕石头，一个摕枪，安尼差遐多，差喺倒位，差喺头壳，汉民族嘅头壳去用缩掉，去用缩甲死死死，就是咱即卖头壳嘛是去用缩死，咱讲迄阵安怎缩倒位，啊就知影讲咱即阵去倒位去用缩掉。迄阵甲你锁掉，就是讲吼，你要升官发财吼，来考试，秀才、举人、进士，考即块你都用升官发财啊！哦，即中国话讲发财，我头一遍听咯，实在真刺耳，真刺耳啊！哦，啊，但是听久啊，用咯啊顺耳，敢发财敢正当个咧吼。哦升官发财，哦，啊，这个升官发财吼，搁一个另外一个重点爱讲，考试的题目，干那一本字，叫做四书五经，这本四书五经哪会晓，你就升官发财。啊，剩的地球是不是圆的，扁的，插插的，跟我都无关联呢，无关联啊，哪有关联？所以头壳是不是去用锁死的？锁死的在四书五经来对，哦，啊，这个严重啊，马手无进步，我个脚踏骨干那轻，啊，人澳洲那进步个提枪来个拍，澳洲本来嘛推，澳洲的迄个宗教天主教，在1517年。1517年差不多500年前，
五百年前的时候有一个叫做马丁路德，他写教皇95条的罪状，说这教皇你有犯罪，你95条写在大的教会门口。啊，这个是什么意思？伊就讲吼，迄个时阵教皇要去圣彼得教堂，无钱，叫人吼捐钱，啊，捐这钱吼叫做赎罪券，这个你可能恁大家拢有听到啦，赎罪券，赎罪券是什么意思？你开新台币吼，准讲10000块，买10000块的赎罪券。就用下面你在天顶的做10000块，你若交10000块也较好，把你下面做10000块，这个赎罪券，不输咱即马的烧金纸同款，你烧迄落话呢，迄落草，迄落草纸啊，搭一块金箔啊，唔知要骗啥人，你们啥人要互你骗？啊，人迄阵要骗教皇呢，我你来甲买10000块、10000块、100万，拢互你买，你会做甲你下面。啊，这个马丁路德讲，啊，这记地效的，写教皇95条的罪状，啊，引起欧洲的宗教革命。啊，这宗教革命了后，基督教就分做，今仔早起咱那个当牧师讲的百外派。人的思想，你要想讲这款的也使，要想那款也使，所以思想进步，所以有文艺复兴，在欧洲产生文艺复兴，工业革命，啊，中国原地踏步，四书五经，还佫踮咧遐的控制，所以袂进步，啊，袂进步，甲会进步的人，即马拄着啊，象牙就水灾啊，吼，啊，过来。这是汉民族在用的船，这叫做 junk，J-U-N-K， 英语该查起来，这 junk 什么意思？粪扫。你说 junk， 你 junk 就是粪扫了。啊，这台船那方叫做粪扫船。要像我研究历史，怎讲规则啦吼？这个一占台湾了后，讲摆伫台湾，完全政府摆伫台湾，那摆伫，伊讲都爱乘北风而来，乘南风而返，吹北风的时阵，倒有法度来台湾，啊，吹南风的时阵，为南边的吹去北边，啊，倒有人等等伊，啊，一年才一个台风，啊，台湾若发生空清事件吼，因保守的咧。哦，所以讲白，所以讲这降个哦，这个哦，这款的船哦，顺风真好行，啊那逆风无法度行。澳洲的船，迄有很多尾，哦，这个帆船有真多三角帆哦，迄有法度逆风而前进，不过是嘛是资质前进，安尼行安尼前进哦。啊，讲啊，即在咱即北港，偏荷兰人较侪、较早来台湾，有一个叫做赶尸节，啊，严思齐，吼、啊，纪念碑在云林北港，啊，即、这个有一个，这赶尸节是啥人？赶尸节是吼，讲、啊、起来是一个。倭寇海贼啦，哦，因为当时海贼80%以上是汉人，啊，但是叫做倭寇，咱的头壳想讲啊，日本海贼、啊，日本人要遐尼做要做海贼要怎样？无嘛，日本的生活较好，哦，要做海贼来少，中国的生活较歹，要做海贼的人较侪，啊，那做海贼吼也免分国籍啦，你日本人。汉人吼、哦，拢南做一群，连迄落流浪的葡萄牙人嘛，落去做海贼，啊，抢着大家斗分嘛，分财产嘛，哦，啊，多好啊！
啊，手术再过后下再过来吼，啊，严思琪就是抓到一丁的，伊本来吼、哦、有已经有86台军舰，哦，船商船呐，啊，商船内底有藏迄、那个、哦、英国式的大炮，哦，啊，所以踮咧外口咧抢劫，看只迄台船甲细台，甲咧抢，哦，啊，靠靠大台来做生意。刚拍完也都该做生意，啊拍个拍完也都该抽，啊、哦、啊，所以吼、哦、准备吼、哦、要当面日本，哦要来革命，但是时机无保密都会好势，所以日本政府先来抓伊，所以一开13台船来北港登陆，哦，咱即马定下有一个区误解啦。啊，南港伫台北的南港工业区吼，南港区吼，啊，北港伫南平，啊，奈拄啊颠倒头啦吼，即个恁大家爱知影。台北的南港是因为鸡卵河位遐低，鸡卵河的南平，当时还佫有用行船吼，有通航的利益叫做南港，啊，北平南港的北平吼。鸡卵河的北边这边吼，也够有一个北港里，即卖也够有滴，哦，就是南港在北边啊。啊，北港在南边，因为北港区吼，经济所在叫做北港，哦哦。啊，但是北港遐的对面边嘛是一个南港，但是后来吼、哦、叫做新港，哦。所以安尼加减吼，大家知影讲，哎、欸，啊，这地名是安尼号的啦吼、哦，所以。知影就好吼。啊，即嘛这张图吼、哦，是伫改变甲大家的观念。汉民族到底偌大？遮尼宽？汉是即个个囝人尔，啊，那矿较大是安尼来尔。因为我去发现着讲，韩国人讲因占北京几百年，诶，干物呀？有没有乱讲？我的头壳内底无照落来吼，啊，结果吼、哦、去查，嘿，确实有影，哦，高句丽啊，这边拢占起来，北京嘛开始占起来，啊、哦，这是在秦汉西元前201年，哈、哦，的时阵，啊、哦，三国的时代，哦，高句丽嘛真大，北京嘛是伊占的，魏、蜀、吴，这几大。咱来看个都有宏观啦，咱看的就敢那较正确。咱的头壳内底迄个中国的地图，敢那拢满清遐尼大嘞？其实不是，是这个哦，这三国时代的哦。啊，这枪是 Tibet 西藏人哦，啊北宋。哦，你即互你安尼有即个观念，有即个观念讲啊，即、這个确实是当时的地图啦。哦，大辽帝国，大辽帝国吼、哦，辽国吼、哦，嘛学汉文有即个文字伫个，吼、哦，大辽帝国吼、哦，啊，吐蕃就是西藏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啊，中国讲。有5000年的历史，迄干物呀？迄碰风的，碰度啊！枕头顶的好，好枕头顶哈。啊，过来哈、哦！啊，过来就一个三国，啊，这五代北宋的时阵哈，会得到。即去网站家己去查，网站我嘛是为网站掠来，哦，我袂晓家己画这个图，这图毋是我发明的，吼、哦，哦，这元朝吼，哦，元朝就大了，哦，对不？哦，蒙古、日金，哦，这个 Korea 啊，包含在内，但是蒙古人吼、哦、去拍日本，伊那有人的所在，伊就要去拍。
啊去拄着风台啦，啊日本甲即个风台叫做卡米加子神风啦，所以买就日本的迄个飞行机队哦，叫卡米加子啊神风特工队啊，就是即个神风甲即个蒙古人两边拢吹煞，无法度登陆。明朝其实是安尼啦，尔。哦，过来清朝，吼、哦，清朝就大，清朝一大堆。哦，第一满洲一占入来，哦，清国、西藏、回、突厥，哦，蒙古。过来，咱即马在讲即挂地图吼，互咱有一个观念，你会小可改变。中国毋是遐尼大，中国的固有疆界在倒位？长城，长城以北毋是中国人的，安尼讲对无？万里长城就是抵御外服。外面的欺负，所以长城去了。但长城有一个副作用，这个汉文化但无法度通跨一步入去蒙古甲西，甲新疆，甲迄个西，甲满洲，吼、哦，吼、哦。即款即个，得讲哦，即、這个台南奈发展，即、這個、台南的，即个安平古堡的原始设计是安尼，安平古堡。哦，诶，设计是安尼，安奈台南先发展，哦，都、就是因为台南有这个乌鱼，每年的冬至收来一批一大群的这个乌鱼，啊，乌鱼都你爱掠鱼，啊，我看伊记录，伊掠鱼吼爱用个德哥。德国吼、哦，迄鱼吼伤厚，厚到吼你网啊拍袂落去，所以爱用德国钢钢鱼啊，去拴一挂去，啊那网啊才拍会落去。哦，这是叫做乌鱼挑啦，乌鱼是安尼收的，安尼规条安尼收哦，收的啊。哦，啊，冬天是台湾上欠客食物的所在，所以我写一篇文章。叫做上帝赐予咱台湾的玛纳，这个圣经内底有记录，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阵，无通食，伫旷野中间40年无通食，无通食是食啥物？天顶落来玛纳，啊，咱看迄圣经，嗯，这神话故事嘛，哦，天顶那会落马落来互你食。那有迄个代志，但是我研究台湾历史的时候看到荷兰人哦，讲咧捡一条细金，叫做乌鱼水，那有迄个乌鱼水，什么水细金拢会使捡，什么人头水滴壳壳捡，啊，那有捡乌鱼水，就是讲，哇，恁即个人掠到乌鱼，搭咪我台南的迄个海边哦，就咧拍，就咧死，甲你捡细金。啊，叫乌鱼水啊，因为乌鱼水的关系，我去追求。这荷兰人要未来前700年都记录啊，当年的冬至，台湾上欠客食物的所在过来。所以这项代志吼，他拄啊，咱有一张地图吼，写讲日本人的部落有12间厝的原因，日本人来这掠鱼。哦，啊，汉人嘛是会来遐掠鱼嘛，哦，啊，汉人来较少，汉人坐船的人较少，哦，日本人坐船的人较多，所以日本人来掠鱼。所以为什么日本人第1624年以前来台湾的人口是偏汉人较多？这乌鱼吼，这拍乌，这乌鱼子啊吼，哦，啊，但是。上帝给咱这乌鱼子吼，700年，搁加300年、400年、500年，
到千多年吼，到即阵也袂定啦。哦，即摆嘛还阁有乌鱼来。啊，但是去予以色列遮迄个玛纳吼，哦，等迄个犹太人看到迦南地，即、這个玛纳就无来啊。迦南地就是即摆以色列，迄是上帝赐予犹太人的土地。因看到迄个土地了，迄、那个是真丰富的出产的土地啊，全都无来啊、哦！所以伊迄是四十年来尔，咱遮是几千年吼、哦，拢也够有乌鱼啊。但是即卖吼，即卖乌鱼哦歹掠，因为吼、哦、过去吼、哦，过去乌鱼无互日本人食，无互中国人食，无互菲律宾人食，无互越南人食，干那互咱台湾人食。啊，搁食两遍，啊，咱来食两遍，一遍就是当作巡来，啊，当作即个乌鱼受去恒春半岛吼，诶、哦，南边遐落卵，落煞搁受过来台南，搁互你掠一遍，吼、哦，啊，拢大尾，啊，但即阵无共款，即阵中国人踮咧鱼，都要袂大只，都踮咧遐，都甲你掠去啊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即马台湾人也翘翘啊。都用个养殖，哦，在海的吼、哦，用个帮啊围一个大大的壳来对饲乌鱼，啊，啊饲了放落去，吼、哦，起码咱一个乌鱼子的原因，一个是在食啦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是日本人平人搁较早的时阵发在台湾吼、哦，有这个叫做冰田迷冰味。哦，甲荷兰总督压喺涂骹，啊，即日本武士，哦，哦，啊，即张图是荷兰人画，荷兰人摕刀啊要来刣，啊，即、这个应该压喺一间厝内底，哦，即、这个拢证明吼、哦，这是近代去画的吼，咧、哦、近代画的啦，就是嘛是平民为着即个冰田迷冰画，即、这个蛤蟆大即只。日本的这个船长，哦，伊感觉伊受到不平等的待遇，专甲迄个台湾的算讲总督爷啦，伊叫做长官吼，甲压起，啊，压去日本，交换条件，哦，啊，这个安平古堡哦，这个点。这个物件吼，建筑不是日本人起的，啊，日本人哪会晓写安平古堡，不会晓写的。伊毋是写安平古堡，伊是写冰田迷冰卫的事件。啊，中国人来，嗯，哇，这都安好势，甲你敲起来，啊，甲你写一个安平古堡，啊，就变中国人的呀。这款代志过来发生啊，发生过真多遍啦。你注意看迄个，那这款型的吼、哦，迄就是澳博的啦。哦，你有知讲，咱的历史去用篡改、哦。但是日本既然遐尼早发展，不过日本有必须执行一卖制度，个锁国。1633年规定，日本人袂使出海，阿嘛无爱互外国人入来。唯一开放的所在是南加萨基、长崎啦。哦，所以长崎到个尾手，这个日本人在唱流行歌吼，对长崎姑娘吼。日本的姑娘较无共，哦，就是接受西化的教育较大的所在，叫哪个萨基，哦，这个，所以日本人1633年安尼规定了后，日本人无法度出去，啊无法度入来，哦，所以日本全家己锁国，哦，咱头拄有讲到长城，哦。1636年，清国的皇太极改国号叫做清，
伊本来伫1599年，努尔哈赤封蒙古文藏文创作满洲文。1599年，过一年就1600，啊，都是37年啦，尔哦，就变结果叫做清国啊。安那的学蒙古文藏文，卖歪学汉林的文字呢？因为一个原因啦，尔长城给击毁。这长城的作用哦，咱的头壳是讲防止匈奴进来，其实你自己的文化也无法度出去，两个断绝关系，完全断去了哈、哦。所以满洲人无法度汉化，哦，对蒙古人学，但是奈个个藏人学，这过几年了后，我去美国才知影，来一个向骗去。我去美国的博物馆翕到这张相回来，这里是西藏的 Tibet， 啊，这是 China， 啊，这是蒙古里亚，啊，蒙古跟西藏占的所在是接壤，两个小洼地，所以满洲人的满洲文要学满洲文哦，伊无法度家己创作文字，都学蒙古文，甲学西藏文，所以即个开始，汉文无关联，所以汉文过不了长城的原因就在遮、哦。啊，即个红山吼、哦、是明代的时阵，明的长城啦，啊，万里长城为遮直直去到这边。啊，其他也有去城门啦，但是这就较无啥重要哦。啊，嘛有去到内底来的吼、哦。啊，咱台湾人的文字，咱台湾人的文字吼、哦，有新疆文书，因为咱并不足无文字缺点哦。啊，第1636年。哦，有牧师来台湾，伫新疆设立学校，教罗马字母，讲说讲基督教教义，哦啊，冇做字典，啊，但是真可惜，荷兰人统治台湾38年，还是讲39年，头尾39年，啊，讲起来实际上38年。荷兰人关这个38年了后，转哦撤退，转去。啊，请问基督教是不是也完全转去？尾手吼，我看文献讲，讲在台南一带有人哦，在问的话神呐、啊，问神呐、啊，吼、哦，哦，汉人就讲啊，那种神对神嘛，为这问神，啊，这个问神是为这西洋人诶，为这个。红门啊，我看了知影啊，这一定是为耶稣基督啊！啊，有一日，阮一群人去台南，拄到台南市长，台南市长，我就直接讲，你有迄红门啊的迄个门神堂，我看无？伊讲有哦，有哦，我第二天我派一台巴士来载阮去看，真可惜。迄间庙吼，新起的，是新话，无算数啊！就是荷兰人留落来吼、哦，有几哪项宝物吼，抑阁即马你抑阁会使去找啦。即、這个都是门神啦吼、哦，啊，一个是啥？荷兰人吼、哦，每一个所在吼，爱有一个长老，这长老爱有一支拐啊，这支拐啊吼，顶头有刻一个。因的东印度公司的商标，哦，啊，你若摕到迄个拐啊，哦，就代表讲，这支东西是通治这个砖头的人，哦，这款物件哦，若找到哦，拢价值数十万，哦，哦，唔知有超过百万无，我是唔知啊，但是数十万绝对有啦，哦，哦，
啊，这就是通过新港文所写的基督教马太福音，这才是台湾总督府的图书馆所留下来的马太福音，这就是基督教有留这个东西下来。啊，现在又说到台湾有黄金啦，台湾黄金出产在哪里？高雄啊，哦，大家都知道高雄啊，但是当时吼，当时骗这个阿督啊，这红门啊，哦，啊就洗四过地里洗吼，洗来洗去，啊去看到一条叫做黄金河，多罗曼，哦，这个溪就是即卖的利物溪啦，啊利物溪啦，啊利物溪吼，即个即卖在泛舟啦。听讲啦，风台雨一过吼，啊，你都伫刷的所在都眼看到金角啊，吼、哦，眼看到金角啊，所以荷兰人就派兵踮遐，但是派一年吼、哦，力不及费啦，你捡到金啊是输咱个俩，啊，费用遐尼重，所以荷兰人就撤走，吼、哦。但是讲到这吼、哦，咱爱讲一项代志，叫做 silent trade。沉默贸易，就是咱台湾人是世界上好的民族，有这个是记录，是荷兰人的记录，叫做 silent trade。咱免讲话，我甲你无讲着话，无记着面，咱有法度成交一个行生意。啊，到底是这生意安怎做？哦，这荷兰人的记录是安尼，一个人。就那讲有一只金角啊，啊，怎样讲这只金角啊，嗯，价值袂少，啊，要安怎卖？伊就踮咧路边诶，一大路、山路、啥物、啥物路边诶吼，创一个大只、大个树叶啊，哦，金蕉叶啊，类似即款诶吼，啊，甲边啊甲石头叠叠，啊，这个黄金甲囥咧中啊，啊，囥好了。就走啊！头一个人给，那个那唔知这是黄金，啊，知影这黄金看咯，嘿，落地啊无半线，啊，就再见，哦，就过去。那些人哦有诚实哦，唔是一个人诚实呢，规砖头，规个民族拢这么诚实，哦。啊，等下有一个人为下给，嗯，这黄金我爱，啊，我身骨派两领。落个皮，两领落个皮扛落去，这黄金我提落地下落去，吼、哦，啊，就一直走，一扛两领落个皮落去，啊，这落个皮扛落了后，过过一礼拜，本来扛黄金的迄个人，哦，佫为只个，哦，变作落个皮，啊，完成这个交易，吼、哦，这叫做 silent trade， 就是沉默贸易，全世界无人有诶。敢若咱上诚实的台湾民族有这款的代志，你要去世界都有找，所以荷兰人把这个物件记录起来，哦，这有文字有好处啦吼，会使记录到即阵，也阁有法度讲，哦，啊，即马高分啊，诶，也更是安尼，高分啊，诶，黄金安怎发现的？在1895年就日本人来，差不多1890年吼、哦，日本人来前几年啊，哦，这个刘铭传做铁路吼、哦，为台北北门要去到桂林，啊，经过七道迄个桂林河的时阵哦，去挖这桥墩的时阵，发现到哦，这桂林河内底有金沙啦。啊，就这个金刷都给好起来，吼、哦！啊，这金刷好起来，哎，这做话哦，一下就传出去啊。桂林河一日有3000人来的挖金刷啦，来洗金嘛。你知影安怎洗金嘛无？你摕一个米呐，摕一个鼎，啊，刷个卡一个，啊，这个重的
重的金啊吼，水冲的时阵都袂冲走，较轻的沙吼全冲走，啊重的金啊全流掉，啊全甲金啊捡起，啊这叫做水金啊。哦，当时我来算起来吼，十多年前我迄阵做记录，一个台湾人一日会用洗偌济金啊，去到金龟洲的时阵哦，会用滚偌济金啊，用。十多年前的金价吼，是上少13,000块新台币，一啊较侪吼，有18,000啦。啊，若企业化经营的吼，一日200万，吼、哦。啊，你知影？黄金发现，大波人赚着钱，啊，刷落什么人来？好、哦，酒家都来啊，所以这就是。高分的情形啦，佫叫做小香港，吼、哦，还是小上海，吼、哦，一日13,000呢，啊，明仔载还佫有13,000呢，后日还佫有13,000呢，啊，痛死啊，哦，所以大大地开去，所以高分那有高分那价值，哦，西班牙人来占这个今仔日的和平岛，叫做塞廖岛。啊！伊家迄个岛叫做圣萨瓦多，圣萨瓦多即马伫倒位哩？呾即马伫圣萨瓦多，伫萨瓦多迄个国内底个首都叫做圣萨瓦多，哦，共名哦，圣萨瓦多，即、這个形有小可形啦吼，哦，即、這个晚清统治台湾吼，乌白统治。上好恁家己小台，台咧，啊，为什么那都爱安尼？因为伊那互恁这小台吼，伊的官员做较久，做啊吼，伊干那用做3年官，所以3年官吼，2年落地啊，就底会满，所以讲3年官2年满，哦，2年落地啊，就底会满，哦，啊，这是啊，那要。做3年了而已，因为当时占着台湾哦，是迄个康熙皇帝讲，台湾乃弹丸之地，得之无所加，去之无所损。台湾干那配他那大了呢，得到啊无加什么财富来，啊该趁钱上啊嘛无什么损失，歹滴。哎、欸，一个皇帝敢会使讲这啰话？会使啊。因为安怎呢？满洲人甲汉民族的人口比例无到1%，汉民族受到干那1%的满洲人统治奴隶286年，你看汉民族有奴隶性有够重无？受到1%的人管。所以吼、哦，你定定在电视看到迄个电视剧内底讲迄个军长吼、哦，军长吼拢安尼推下面的吼、哦，一挂推下面的迄个军长吼、哦，哦，清朝的时阵吼、哦，啊，就是啊，因兜的白痴来拢来中国做皇帝做军长啊的，吼、哦，这爱知影这个原因，啊，因为伊就康熙皇帝真满足啊，我已经占着中国占。骗我大100倍，我根本就无迄个思想要占遐大，啊！但是互我占遐大，啊！你中国人拢奴隶性代重的，哦！啊！对，恁若要做奴隶，好，互恁做奴隶啊！啊！我来统治啊！哦！啊！就爽快地理统治，啊！占一个台湾，啊！算啥物？所以得之无所加，去之无所损，就皇帝讲的话。但是西隆的立场的想法不同款，西隆想法就讲，哎、欸，台湾已经开发的土地18,000家，伊甲7,000家第六地啊，哎、欸，叫我就给我吐出来，安尼哪会使？就甲康熙皇帝建议，伊知影康熙皇帝哦，奈不离外地台湾，因为拄拄有结束三藩。因叫做三藩之乱啦吼，我叫做三藩的革命啦吼，就是吴三桂、尚可喜、耿精忠吼，
对晚清本来做晚清的糟糕、哦、做伊的奴隶，啊来打天下，啊这样得到天下了后，第一云南的吴三桂就起来叛变，对晚清叛变，哎想想诶，就去到云南十年了都叛变，啊所以这项代志，西龙建议皇帝讲派兵官员来台湾。有几个条件，第一，任期三年为限。皇帝听了，嗯，这条会使。三年你无法度通甲台湾来结关系、哦。第二条，无使娶某仔囝。你咱们中国有娶某啊，有生囝啊，来台湾吼、哦、不行。单身会来，会使来。恁某仔囝在中国做我的邻居 ，hostage， 人质、哦。所以咱台湾吼、哦，啊，一个禁止人民来台湾，所以你也知影讲吼，要经过乌水沟吼、哦，是一个真困难的代志。有一个古早讲法，讲经过乌水沟会成形。十起六死三老一回头，十个起六个死乌水沟，四个到台湾了后，三个搁倒转去，无三个老掉一回头，一个搁倒转去中国。哦，台湾嘛毋是讲真好徛起吼，所以乌水沟所以来的拢大波，啊来的大波啊，踮咧台湾的查某是变波族。平埔族是母系社会，查某是老大的，家中的财产是传给查某，啊，所以查某就招翁嘛，招一个翁来就好啊嘛，啊，招一个翁啊，生的囡仔当下啊，伊个无文字，啊，要叫什么名是简单，啊，要叫什么姓都无嘛，啊，拢系用个汉字，啊，所以汉化去，所以咱台湾民族的形成，咱们讲真重要的因素，先煞甲大家讲。就是讲，咱台湾民族甲中国民族开始区别出来啊。虽然拢为福建来，啊，都咱有一句话，有长沙讲就无长沙骂，吼、哦，也是无长沙做，吼、哦，无长沙查某做，有长沙查甫做，无长沙查某做，吼、哦，啊，你按个推断。所以咱台湾吼、哦，最近马街病院林玛丽医师。以下的主攻，咱台湾的血统，台湾人的血统，85%是平埔族，好、哦，是点，咱大家知啊。所以，伊当面台湾吼、哦，爱举行分类械斗。什么叫分类械斗？互恁互内底互小台，这种小台吼、哦、有38遍，吼、哦，多一遍。啊，我来分析啦，吼、哦，哦。中间闽客斗，看落你就知影，河洛人甲客人擂台，恁讲的话无同款。漳泉斗，漳州话甲泉州话嘛有无同款的所在，区别会出来。袂如讲，咱较早以前南部腔甲北部腔无啥共，哦，落去小台，县级斗，哦，往个官个区别。擂台主姓斗，四林的台四王的姓王，但是但呢，哦，啊，搁一个客客斗，下面一个客客斗，你卖想讲客家人跟客家人袂相台，台咯叫不哦客客斗，哦，无啦，伊都鼓励所有的人拢去台啦，哦，啊，安尼伊这个规老爷会围得济在嘛，哦，同宗族斗，职业团体互斗，咱。大约上有小可了解一下就可以了、哦、啊这个斗的时候、哦、是一群人啊完全乱这么拖通在台湾、哦、咱四个人、哦、咱来讲、哦、这个在八里幽燕宫祠这真水晶、哦、这一个金刀翁啊这小金砖就这么大的所以差不多接管咱来尔，吼、哦，过来吼、哦，这恁捌看过无？这款的物件捌看过无？
拢捌看的吼、哦。啊，这是啥？啊，托幽燕宫啦，啊啊大梦宫啦，吼、哦，这块的吼啊，这块的，这是啥物？这是啥物意思？那在台湾的路边拢有这款的物件，这就是讲路边死一堆人，不是死一个哦，一个的时阵凊彩给你带带准都好，啊死一堆人，啊要安怎？政府也无咧插，住喺当地的人挖一空给带落去，给起一间细间啊庙啊叫做有求必应，幽燕宫、大梦宫。哦，八四宫，恁知影讲七月十五在拜啥物？啊，好兄弟在拜啥？好兄弟是啥人？即挂人都是好兄弟啦。啊，好兄弟是为倒来？路边的孤魂野鬼吼，我讲吼，即拢受着毒化的影响，影响啦吼，我即马讲确实的好兄弟的由来吼，就是咱拢反抗吼，加上幽燕宫吼，即个有翘尾溜，这是土地公，啊，这无翘尾溜的吼，这幽燕宫、大鹏宫吼，这就是吼，咱台湾人。抗清的时阵吼，去予满清政府杀死，满清政府甲即挂人杀死了，敢有甲你处理尸体？没有，国民党甲你杀死吴伯雄的阿伯吼，阿伯死在南港桥下，哦，敢有甲你处理尸体？无嘛，拢家己当地的人去处理，啊，若无的时阵，拢创一大梦工。幽燕宫爱带落去嘛，哦，啊，所以啊，即摆为国工作转来，啊，那烧台的时阵，毋是干那台湾人会死呢？毋是干那爱台湾人会死的，爱即个统治者的人嘛会死嘞，爱统治者死的叫做啥物名？啊？我讲哦，来。标准答案来的，不义之民的移民庙叫做移民爷。你徛喺通知者的立场，即挂人替我去死，移民啊！所以个起庙，啊，那徛喺台湾人的立场，这是不义之民呐、啊，安尼对不？所以你即摆分得清楚，好兄弟。甲移民庙是对立的。我一个朋友讲要去选什么倒位的议员，啊要去移民庙演讲，我讲卖去移民庙演讲，去别位啦。哦，去移民庙要讲啥？讲落到底，小等呢，人若知影真相，顶多不爱甲你投票。这移民呢，这就不义之民的吼、哦。啊，我伫网站发表这不义之民吼、哦，哦，啊一阵人就来干嘛？啊！一个嘛，我讲我会答复下你。这个移民哦，完全移民，不是讲多一个族群，你卖是讲客家人，那是我妈的对象。其实有洛江移民、广东移民、原住民毛移民，毛该去移民庙。要做台干的人哦。不是客人的专利啦，啊！但是客人到今仔日，觉醒的人较少，有觉醒的人也一堆，哦，啊，无觉醒的人也一堆，哦，啊，觉醒的人较少，所以会发生攻击我网站的代志。但是我紧时间过来，才知我家己的行为确实是对台湾真不义啦，哦，是确实叫做不义之民的。啊，这个是移民庙内底包装啦，哦，这就是乾隆御笔，哦，乾隆皇帝赐公更当移民，哦，这皇帝要写一挂，就是讲你
伊对我有功劳，啊，先说讲一项代志，家己的古名叫做啥？朱罗嘛，吼，朱罗山，朱罗，啊，变就来改做家己，就是因为伫林松文抗清的时阵哦，一挂颓颓的泉州人退满清去烧台，哦，啊，去用台死也好，台死人也好，欸，到尾就，乾隆皇帝讲一行可嘉，所以改地名叫做嘉义，啊，所以以后民政府呐执政了，嘉义这个名称吼，大家来讨论一下，看来改一个较文雅的，卖迄个不义的代志，直直咧宣扬安尼吼。啊，这嘛是移民庙一个啦吼。哦，这是新埔移民庙，哇，这落起啊，这大间。啊，你头拄我互你看，咱台湾人死的好兄弟拢细啊间啊，哦，啊，你敢算对，敢会比的，哦，哦，这个是阿母王，哦，这阿母王，哦，这个。朱一贵，哈，朱一贵阿母王，哈，这是有人安尼创意安尼，告诉我，伊饲鸭，人来招待阿爸皇家，哦，啊，画鸭鸭排队，哦，啊，所以大家叫阿母王。啊，晚清哦，统治台湾，欧北统治，一起来反清，一声那领导甲死。规政府在退来，啊，就诶一声来了。但是这个一声吼，是嘛过三十几年了后，吼、哦，三十几年了后，满清来统治台湾三十几年了后才发生的，吼、哦。啊，起义的部分，加这多起来，起个多起来，但是二二八是，嘿，才一年来了。1945年十月二五来，1947年二二八，才一年外啦，你嘛，就全岛拢开始在反国民党。你看国民党看外看哦，就知影嘛，比较哦，平板经过啊看哦，啊，这有一间庙吼，才有朱一贵哈，啊，满清的国土，这1683年。即个那是哦，有彩色个那是哦。1683年占台湾，伊干那承认即个，啊，村的所在吼，毋是满清的。咱台北有一个所在叫做石牌啊，就是起一个石牌啊，吼，遐界线，这边汉人住，这边原住民并不作，哦，还是虾米人住？啊，这张图吼、哦，有个加这个所在出来，这个所在是啥？叫做坎马兰，就是宜兰。恁宜兰州的来由来，就是为啥来？哦，五沙来经营者，啊，拜托满清政府，拜托，把这个土地收作满清的国土。满清政府个考虑两年，就讲好啦，啊，好啦。大概1810年才接收啦，哦，1683年到1810年，我差过了百多年滴个吼，才接收啦。为什么？因为满清政府的官员贪污腐化，你开垦的土地，开垦好势，伊讲你这块土地，阮小弟个退让。爱该交产租，爱用个政府的力量给你压，哦，这满清政府就是安尼在欺负台湾人，哦，啊，所以这个拢不是，所以咱林秘书长就会讲，这个也不是属满清的国土，伊甲台湾安尼规地挂号这个日本嘛无应当啦。啊，扣骨，这嘛是在讲，这观念上的问题吼。
陈成功甲因囝陈经四拢台台南群教，武定礼、严周春、周阿妹、丁了台下，台下，但是阮县政府是拢看落，毋是细咧，即两支骨头吼、哦，囥遐吼，小弟变做反清诶借口，所以即两支骨头该骨骨咧，美其名讲吼、哦，人爱孝顺，爱落去伊个官居原居地吼、哦，泉州去遐待，安尼叫做孝顺，啊，着当时吼、哦。明朝一个大臣哦，百外门的无吼，拢哦哦哦，啊，其实拢等你海，等你水的意思。啊，台湾人看到，嗯，哦，安内大官拢在乌无，哦，安尼叫做孝顺，所以这个派系贯穿 OK。所以千万人立土为安，哦，那嘛无啥必要哦，都无必要屈服。啊，所以咱这观念哦，向衰败去，哦，所以这个啊，先说爱讲，这都是通敌叫故意，哦，哎，一个陈成功离开台湾了后，哦，这个王朝失败了后，后边的人在纪念伊，袂使拜迄个陈成功做神啦，吼，袂使。所以，但是嘛，有人做这李王庙，李王庙就是陈经陈成功，哦，哦。啊，咱即马时间无讲偌济，所以。国公即集台湾话由来，台湾话是伫商朝就开始发展。中国有文字是3300年前，伫中原和河洛这个所在发展。啊，为遮发展开始，这个河洛话就开始。这是商林的商朝的官话，哦，迄阵开始有文字。啊，商甲周建经《商林书》啊，南迁，南迁来倒位？南迁来长江以南，以南的所在有浙江、江西，哦，福建，哦，广东、广西、海南岛，哦，有拢有七个省，留来遮，留来这七个省的时阵，河洛人哦，真高哦。家己有高度的文化，所以吼无甲当地南斗阵，所以一个拢是叫做吼、哦、一个区在讲啦吼、哦。啊，但是古来会去南着土音吼、哦，当地土音啦吼、哦，所以形成真侪方言岛哦。这个岛，这个其实毋是一个岛，敢若我邦桥四个恁拢会通，但是邦桥人讲的话另外一种话。哦，啊，咱咧以前读迄个陶渊明写迄个《桃花源记》，哦，《桃花源记》就是讲有一个人过一台船，啊，入去一个所在，啊，那迄内底人讲的话，伊拢听无，哦，啊，佫因唔知有秦朝，唔知有汉朝，就是商林搬过来，这就是讲河洛话的所在，所以河洛文化是凭中国文化较早，凭。和这个北京话话较早，啊，北京话安怎来？北京话是最近1000年，在北京这个所在，有辽金元明清五个朝代，他们也做修道，辽耶律阿保机，这胡人，武林啊，金的就是金嘛是胡人，就是温州人哦，辽金元蒙古人。明汉人，啊清温州人，他们家做修道的时候哦，咱台语吼、哦、有八音吼、哦，啊种改去迄北京话，就剩五音啦吼、
加上一个轻声哦，四声够加一个轻声五音啦哈、哦，所以噶这个这北京话是胡言乱语啦，胡说啦。所以咱讲哦，这中国人哦胡说，就是讲你讲迄个胡人的话哦，胡言乱语哦。啊，咱讲的这叫做胡芦话哈、哦，所以。咱爱对咱家己的文字吼、哦，语言感觉真骄傲。也个讲单位有话无字，嘿，唔对，是你唔捌字，唔是无字。咱的字在倒位？去康熙字典查，嘿，用个台语发音咩？诶，注音，伊个注音是台语发音咩？哦，你若找这别个人吼、哦，就知影讲康熙字典的发音吼、哦，发音是安尼。哦，这个不准诗卷，这个咱太多有小可讲过，就是讲袂使娶某仔来。啊，一个某，你若有一个某哦，看牙三星天工作，嚯、哦，有一个某不得了啊！哦，所以台湾查某真欠缺哦，一个某看牙三星天工作，啊什么三星天工作唔得偌伟大啊，但是。一个某偏够较伟大，我紧，安尼我的时间够未？各五分，还够有、哦、所以我按你讲，这就是台湾民族的形成哦。这个西龙吼、哦，西龙当时甲满清政府吼、哦。达成的合议中间有一个人哦，这个黄吴哦，伊讲这平海五策，要平定吼，丁香公这群人吼、哦，一个政策哦，伊就讲沿海吼、哦、三十华里吼、哦，诶所在吼，树啊拢错个。人拢个移民转入去内山，这是汉民族死上侪人的时阵，凭迄个沿海三十华里拢个树啊拢错个，拢袂使带人，啊拢内迁，啊都带几千万人，这沿海中国沿海三十华里，安尼几千万人落去，啊得落去死去个，无算数，啊毋知去死偌侪人。哦、这就是他说、哦、手法错的、啊、你定性说你的船、哦、到时烂起来都没生存的、哦、我去金门人说我的手法都给定性说错了了，我说怎么给定性说错了了，因为半径错了了，他给定性说错了了、嗯、所以、哦、这个头壳、哦、不清楚，所谓尊驾全部该小意思，寸半不得一派。这里这个房子就不能一派。我看这个荷兰人也好，丁香港也好，经过乌水沟，无甲一台船沉落。安内台湾人为遐过奈去死遐多，因为伊袂使互你起大船，拢起迄个小台船，往个高个，啊往个高个时阵，起到遐个时阵哦，迄用了较大队扁船。啊，甲郑成功的祖先的墓给掘起来，哦，掘起来吼，啊，掘起来了吼，迄骨头吼，甲囥个吼铁链啊锁掉，啊，沿路拍路，讲哎，这电视王朝的郑成功的祖先的骨头吼，沿路硬啊硬啊，归政府罗家，入去加价钱，啊，佫第二天佫行。安尼即款呢，来领地啦吼，所以这里是有即款政策啦吼，所以咱伊敢若有文字，满洲人敢若有文字45年安尼啊吼，第1644年，王国不足300000的军队入驻中国，甲中国汉民族统治268年之久，
你就知道说这个汉民族受到孔子的这个儒化教育、哦、一代过一代啊，满洲人诶就想说诶那这么好管、哦欸、日本人来到台湾也是知道、哦、日本人来到台湾的时候、哦、本来在一路中、哦、跟这个田番禺遐有一间孔子庙吼，才起好十四年啦，尔吼，该拆，才该拆个。啊，尾就后藤新平来研究，唔对啦，这样代志做落唔对，爱甲孔子个牌举起来，恁来拜孔子就是来拜我，你看卖是就该做就是安尼嘛，吼、哦。所以也孔子个牌出来，所以伫1925年，才叫郭先生。在大龙门口起一间孔庙，就是即马台北的孔子庙，就是安尼来的。哦，这个就是用孔子来统治。哦，哦，啊，这统治了后，即个人吼、哦、受到迫害了后，会发生一种病，叫做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症。下面叫。斯德哥尔摩是在这个水电的首都，在北欧一个很文明的所在。北欧斯德哥尔摩，这是诺贝尔奖金都他们家发的吼、哦。这个所在吼有一个枪案，啊，强盗就去抢劫，啊，抢劫后想把查某压掉，五天就要挖六天的时间。阿伯就警察拍进去，把枪血抓出来。结果呢，抓出来去到法院哦，我内底讲一个小姐讲，迄强盗对我好诶，这毋是强盗哦，阿哥要甲强盗订婚啊，毋知影这毋知破落虾米病，无法度通解算，所以叫做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症。啊，那有这个小姐。这个小姐是啥人？这个小姐哦，是这个美国的《赫斯特报》系的当时长的这个孙女，19岁的时候在厝的去有强盗吼侵入去押走，啊，跟阿公卡油$1,000,000，啊，阿公好，丢去。啊，$1,000,000去，啊，人无转来，嗯，那也是。伊讲无，少少，哎，$400,000。伊讲好，$400,000嘛，给你嘛，我给。但是爱咱，我孙女爱叫这个保安来。啊，我唔知道$400,000付出到几多的，啊，你人我唔知收会到的吼。啊，结果无成交，无成交吼，无成交，这个查某吼。你看卖，在 AK-47去旧金山的银行抢劫，跟那些强盗合伙变成强盗，这嘛是就变啦，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症哦，这在美国真出名的一个案例，啊，咱台湾的案例真多件啦，哦，明明去有国民党台时，啊去挖国民党，这拢叫做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症。好，今天就讲到这，感谢各位。起立。立正。讲理。笑。